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早上八点钟，而家由幸伟雄报告一节详尽新闻。社民连梁国雄在金钟立法会大楼办公室昨晚发生火警，梳化烧着，消防调查后初步认为有可疑。梁国雄说不揣测起火的原因，相信与政治无关，强调不影响他拉布。火警由自动洒水系统救熄，大量水流入九楼几间议员的办公室。由黄家熙报道。火警在昨晚10点46分发生，地点是金钟立法会大楼10楼，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办公室。火警在十几分钟之后由自动洒水系统救熄，消防到场后无需开喉，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防初步调查后指出火警有可疑，疑点包括现场没有自然起火原因，亦都有不寻常火种，警方亦都到场调查。梁国雄深夜回到立法会了解情况，他说办公室入面的梳化被烧着，但情况不算严重。他说不揣测起火原因。我暂时看来就不应该觉得是跟我拉布有关，也都不应该是跟政治有关。由消防局和警方去查，我一定会继续拉布。大家不用多猜测，我也都不想引起太多的不必要人的猜测，说有人来恐吓我，那些没有的，我不认为有。他去我家容易一点。会不会是什么烟头啊那些都变成了应该没有可能。梁国雄说火警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工作，不过有议员就被波及，自动洒水系统喷出大量的水流到楼下九楼的议员办公室，其中教育界叶建源的房间、地毡、电脑和文件都湿了，他怀疑是天花渗水。都几犀利的，近住窗的地方呢水都浸晒嘅，地面上面咧，地毡上面咧，其实都有几多水滴，即系电脑啊，诶，打印机呢嘅器材咧，可能都受到影响。我觉得呢度系即系要了解翻嗰个设计系点样，因为通常咧，我哋嘅大厦一般嚟讲，楼上就水浸都唔会即时咧系会对楼下嗰度产生影响。据了解，除了叶建源嘅办公室，仲有另外两个议员嘅办公室都被洒水系统嘅水整湿。问责局长相继警告，预算案未能够在今个月中通过，将会影响民生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说，七月初没有足够资源向所有社会保障受助的人士发放援助金，又说拉布可能影响100多万名基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医管局将要动用储备应付开支。李俊杰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医管局经常性开支主要是用作购买药物和仪器等，每个月大约39亿，担心立法会拉布影响到预算案未能在今个月中通过，会影响公立医院服务，到时医管局将要动用储备。高永文说，如果储备用尽，情况难以估计。不会很耐的，这些是讲紧用月来计的。我们其实是从来未试过一样的情况的。很难呢我们去估计呢，即是一旦这个一个这样的拨款呢真的停止，而医院管理局那个储备用即是用晒之后呢，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在这个情况未去到那个境地呢，其实我相信呢都会影响一些呢，啲药物我哋要预先要订啊，啲仪器要预先要订，即係唔係话去到嗰一刻呢要付款才会有影响，多唔少对我哋嘅士气啊可能都会有啲即係打击嘅。高永文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又话，立法会拉布亦都影响局方提交俾立法会审议嘅其他法例草案嘅进度，包括一啲需要经法例注册嘅新药物，好似一啲治疗癌症嘅药物，以至划一新界市区收费等建议，亦都要等待立法会通过，呼吁有关议员停止拉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就在网志撰文表示，政府计算临时拨款的时候已经尽量在社会保障多预留了一些缓冲空间，虽然6月初发放的现金援助不受影响，但预计7月初已经没有足够资源向所有受助人发放援助金额，但政府每个月亦都要支付大约10亿元维持超过170间社福机构运作，但不是每个社福机构都有足够储备应付不寻常情况。据警告，拉布对超过100万基层、弱势社群和有需要的市民可能造成影响。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宣布胜出大选，
估计佢有机会第三度成为总理。初步估计呢次大选投票率超过六成，喺投票当日出现多宗暴力。黄思恒报道。由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所领导的中间偏右穆斯林联盟，在国民议会有需要选出的272个议席之中取得超过115席，在旁遮普的领先优势明显，现在要等待最终结果，视乎穆斯林联盟能否取得172席过半数筹组政府，相信谢里夫有很大机会第三度出任总理。如果他出任新的总理，将要继续面对塔利班带来的不稳定，以及需要改善巴基斯坦经济。另外，在选前被形容为新兴势力，由前板球明星现年60岁的伊姆兰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估计可以取得超过37席，有机会成为国会之内第二大党。伊姆兰承认在大选之中落败，但是相信正义运动党可以在西北部暴力严重的省份开伯尔普克图克雅执政。今次选举有8600多万选民，投票率六成。事前塔利班曾经警告选民不要投票。在投票日，多个城市包括南部的卡拉奇以及西北部的白沙瓦接连发生十几宗炸弹袭击，最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有分析说，如果大选之后新一届民选政府顺利诞生，意味着巴基斯坦将会在军队不干政的情况之下，首次出现两届民选政府的政权交替。土耳其指责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组织发动边境汽车炸弹袭击，至少40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接连受汽车炸弹袭击的是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雷伊汉勒市，当地有20000名叙利亚难民，亦都是叙利亚反对派的活跃地点。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谴责袭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强调，全力支持土耳其政府和民众。美国国务卿克里形容可怕，将增强和土耳其的伙伴关系。法国总统奥朗德强调，和土耳其政府和民众一致。台北要求菲律宾三日内回应台湾渔船遭到枪击造成死伤，否则采取冻结菲律宾劳务申请等措施。马英九总统晚上召开高层会议之后作出这项决定，其他可能措施包括召回台北在菲律宾的代表。另外，台北又向菲律宾政府提出四项严正要求，包括正式道歉、赔偿损失、彻查事实、严惩凶手，以及迅速启动台菲渔业协议谈判。体育消息，英格兰足总杯，韦根成为巨人杀手，在决赛1-0击败曼城，创会81年来首夺足总杯冠军。由周曼聪报道。曼城开赛后控制战局，到29分钟，迪维斯在禁区内劲射，被韦根的门将罗伯斯用脚救出。换边后曼城加强功力，先后换入詹士米拿和积洛维，不过未见有起色。到完场前6分钟，萨巴列达铲跌了卡林麦马拿文，拿到今场第二面黄牌被赶出场。到保时1分钟，韦根借右路角球攻势，后备上阵的宾屈臣在前柱顶入，粒死门将祖克特，他们凭这个入波赢1-0夺得冠军。领队马天尼斯说，赢波并非靠运气或者意外，而是凭努力换取回来的，是实至名归。英超方面，车路士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林帕特连入两球，以203球成为球会历来入波最多的球员，亦都为球队锁定联赛前四席位。西甲方面，巴塞罗那夺得第22次联赛冠军，巴塞借皇家马德里失分提早四轮攞到冠军。皇马作客爱斯宾奴踢成1-1，皇马和波后有81分，仍有两场赛事，但就落后巴塞7分。空气污染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空气污染指数是25-75，空气污染水平轻微至偏高；路边监测站90-130，是空气污染水平是偏高至甚高。紫外线指数方面，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2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雾，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已经延长至早上九点半，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第四届全港运动会开始咗啦！嚟自18区嘅3000多名运动员喺8个比赛项目全力以赴，积极为自己嘅地区争取好成绩。大家记住入场睇比赛，为自己地区嘅运动员打气啊！想了解港运会比赛嘅详情，请浏览港运会网页 www.hongkonggames.hk。第四届全港运动会，全港盛事，全民起动！劳工处就快在东涌举办大型招聘会。我知道5月15号和16号在东涌社区会堂举行嘛。两日总共有54个机构即场招聘，很多空缺的。你怎知道的？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2问一下啦。我嗰阵时枕住一个月都验一次，跟住一验佢话有做啊咁样，哇开心到啊！佢喊我又喊啊！似边个啊？细妹似家姐，家姐似爸爸。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即系唔好话自己同丈夫嘅关系，同屋企人关系，我都要好多嘅学习咯。唔系净系佢哋有问题，我自己都有问题。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母亲节快乐，希望每一位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俾啲仔女锡。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你好啊，梅姐，小芬你好，你好。其实蔡少芬咧，我同你做过呢个旧日的足迹嘅访问噶啦，咁、当时咧你仲未成为妈咪、好耐咯，系啊，两任啦，你而家系啊，好兴奋，好开心啊！坐完月嗰啲人咧，多数都好似个样好会攰啲啊，同埋咧个身材会系横啲。其实而家都系嘅，而家都系嘅。其实嗱，你上网睇翻啊，少芬嗰个相咧就好轻盈嘅，好开心嘅。我哋影咗好多张相，每一张都笑得咁灿烂嘅。难得啊嘛，咁耐冇见。系啊。咁但系同埋真系攰嘅，不过你见到两个小朋友咁活泼可爱又肥嘟嘟咁咧，你就觉得唉，几辛苦都值啦咁样。同埋都好开心噶，见到佢哋每一日佢哋嘅笑容啊，或者揽住你啊，或者细嗰个佢可以去到劈劈咁，你都会。觉得哇好啊咁样，识嘅识嘅，原来自己识嘅，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咁其实真系我成日都话咧，啲细路咧有四个字带住你嘅，就系百看不厌啊！系啊系啊，系咪啊？个面仔咁细啫，但你唔知睇咁多钟头咧，都好似未睇完咁样，硬系觉得点解咦咁又有多个表情，咦点解咁得意嘅？依家伸条脷出嚟啦，咁样好得意，好开心啊！似边个啊？似边个？细妹似家姐，家姐似爸爸。咁咪好唔抵？都唔係嘅，我发觉佢越大越靚嘅时候啲人就话哎呀越嚟越似你啦，咁我觉得好抵呀。老公，不过老公都靓仔，好靓仔啊！因为你讲过噶嘛，就系若男人真行，女人流口水嘅。大姐姐，大姐姐，大姐系咪？咁啊，几时都个迷恋住。嗱，咁其实系咧，今日咧就系开心嘅母亲节啦，即系啊，大家都会挂住自己嘅妈妈。但系咧，另外咧，今日因为系5月12号，系咁亦都系汶川地震嘅5周年啦。咁啊，你咧就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成为咗呢个四川嘅新抱啦。咁其实真系啱啱就嗰一年。系啊，当时我哋仲行紧山嘅，成班弟兄姊妹。咁一路行山嘅时候，突然间收到即系啲信息啊，啲人话喂，汶川大地震、哦，咁我老公就梗系好紧张啦，因为都近重庆噶嘛，咁即刻打电话翻屋企。咁但系屋企人一路都唔通啊，可能啲消息即系封，即系因为地震传达唔到啊咁样。我哋喺山上边，或者啲网络都系啦，我又喺山上边，我哋都冇电话可以打到，因为收得唔系咁好，得一两个信息啱啱好接触到啦，先至
可以叫傾到個電話。咁後屘知道屋企人冇事，原來都幾嚴重嘅，因為阿嫂嗰邊佢哋屋企都震曬啊，要走曬落去公園嗰度企啊咁樣。咁當時我老公都好擔心咯。咁後來再睇到啲新聞啊，即係當然知道屋企人冇事好安樂，但係睇到啲新聞就好傷心咯。係咯，係。咁後嚟點啊？有冇話即係上翻去即係睇翻啲屋企人啊咁樣？冇，因為嗰陣時知道咗佢哋冇事啦，咁屋企又好 safe， 咁所以就冇話特別要特登翻上去探佢哋。咁但係當時香港就做一個好大型嘅成班 artist 嘅即係宣傳，希望可以籌錢啊啲啊幫汶川啊，咁我哋都有即係出分少少嘅力咯。咁另外就係、是。去唱歌咯，我哋嗰次大匯演咧，咪、去唱歌啊，同埋去呼籲啊，即係叫啲人幫手啊，咁同埋捐錢啦、啊。咁、跟住後屘我哋有一個即係 TVB 嘅去探訪嘅一個節目，咁我哋就去咗好近汶川嘅但係就唔係地震啦，係關於雪災啊嗰啲咁嘅嘢啊，即係之後重建嗰啲嘢咯。係係，咁其實你對於即係四川啊呢、這個地方個印象係點樣樣？其实汶川我冇去过嘅，咁但系我去过成都啦，咁、我去过重庆啦，重庆就好多次啦，咁我就觉得重庆而家系一个好发展中嘅城市啊，周围都封晒路啊，一系就改建紧啊，即系将啲旧屋拆咗去再重起啊咁样，咁就都几初就几即系咁样拆法就有啲乌烟瘴气啲啦，即系啲尘埃好多啦，但系而家越整越靓咯，即系你有想去嘅，有我一年最少上两三。三次噶，因为要探屋企人啊嘛，一系佢哋嚟揾我哋，一系我哋就过去睇佢哋咯。系有啲边啲屋企人啊喺上边？阿爸阿妈啦，即系阿俊嘅爸爸妈妈啦，佢嘅哥哥嫂嫂同埋佢侄女啦咁样，咁仲有佢其他小即系亲戚啊咁样。但我哋最主要都系探佢哋五个咯。但系奈何咧，新嘅又有即系嗰个地震又出现咗啦，咁样吓。咁但系咧，而家就有一啲香港嘅市民咧就话：我唔捐啊吓，内边嗰啲嘅强。强国人咧就已经好强啦嘛，咁唔需要再我哋去帮佢啊。其实四川新抱点睇咧件事？咁我觉得唔系因为完全系因为即系觉得强国人你咁有钱啊，买晒金啦，你仲使乜要我哋捐咁简单？而系捐咗摆喺边啊？即系因为汶川呢一件事咧，真系有好多报道啊，好多人咧去睇啊咁样，都话即系譬如可能话去见啲官啊，或者系去探访都好啦，啲人请佢食大鱼大肉啊，叫晒成台都系嘢，但系又食唔晒啊咁样，又用翻捐钱嘅资源、啊，咁你话啲人会几难过？因为个心系想为嘅慈善，为佢哋呢班人去做啲嘢，但系原来一毫子都落唔到佢身上，仲要系俾一班即系人去贪咗嘅，咁即系我谂系呢样嘢令人却步。咁我都会有少少避忌嘅，但系我会觉得即系都要出分力嘅，但系会。俾咩慈善機構呢？我諗可能真係無國界啊，或者係一啲真係喺嗰邊，譬如一基金嗰啲，我都覺得係值得去做呢一樣嘢咯。咁先生咧，先生佢有咩反應啊？對於今次新一輪嘅即係地震之後，咁佢梗係難過啦，即係又係喺嗰邊咁樣，咁同埋都真係大家都係即係中國人就梗係好傷心啦。見到啲小朋友啊失去咗家園啊，最慘嘅就係自己做咗父母，咁睇到啲小朋友冇。冇咗个爸爸妈妈，或者系佢好细个已经冇咗双腿，本来即系生出嚟正正常常嘅，因为一个地震咁啊，冇咗只眼又好，手又好，即系睇到做父母嘅好心急咯，系啊，即系你又唔可以帮到啲咩，因为远水不能救近火，咁所以好难过咯，系啊，为佢哋祈祷咯。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咁其实真係希望啦即係各位都可以即係諗一諗啦，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真真正正呢啲善款呢係落到啲有需要嘅人身上面啦咁样。5月12日当然呢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反思嘅，可以即係再睇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样。咁但係呢琴日嘅日子呢对于蔡少芬嚟讲呢就真係特别啦。
五月十日啊，系啦，冇错，汤圆两岁生日，系冇错，两岁，2011年系咪啊？咁就系5月11号就生咗阿小汤圆，仲有5:11啊！哇，系咪专登噶？唔系噶，系开啱啱因为忍咗12个钟想自然生噶，8点钟开始生啦，生嘅都生唔到，跟住医生再帮我剖腹嘅时候攞佢出嚟嘅时候，啱啱问姑娘几点啊？5:11哇，我话好记啊，好记啊，唔使自己成日记住，哎呀几点钟出世咧？或者乜嘢啊？完全记得晒。第日佢问我话：，哎，你好简单嘅啫，2011年5月11日5:11出世咁。掂晒，系啊，好开心。点啊？琴日系点样庆祝咧？都开心嘅，整咗个小型 party 仔俾佢，咁啊叫晒一啲有 BB 嘅妈妈爸爸啊，即系一齐嚟玩咁样样咯。咁就切下蛋糕啊！我今次就唔想话搞得好，即系好似上一年佢第一年生日咁样样，就比较大型少少啊，叫咗好多好多朋友嚟。咁我觉得第二年啊，简简单单有班小朋友同佢玩，佢已经开始识嘢啦嘛，佢知道玩咩噶嘛，咁啊带佢去啲乐园度玩咁样样咯。咦，我已经见到你喺乐园度玩噶啦。哦，之前系啊，但今次就唔系嗰啲真系大型乐园嘅，即系小型嘅，即系有啲波波池啊，有啲上滑梯仔啊，有啲设施咁俾佢玩咯。系啊，不过咧，即系讲起话，即系阿小汤圆咧吓，咁佢都几特别嘅，佢突然间出现喺你嗰个嘅生命里边啊，突然之间吓，因为你都冇谂过，因为你仲签咗约啦，要拍一个嘅姻缘转，系啊系啊。佢突然之间就嚟啦，佢当时系点样啊？当时我签晒约啦，我已经决定咗拍戏噶啦，咁跟住就突然之间就验下拍先，我嗰阵时枕住一个月都验一次啊，因为好期待有啊，咁但系都一路都冇啊嘛，咁所以即系每个月都玩呢个游戏啦咁样，跟住一验。咦，我老公就即系收埋咗唔俾我睇嘅，咁然之后佢负责去睇结果嘅，因为佢话次次都冇嘛，不如今次等佢，咁啊咁啱佢入咗去厕所一睇，咁行翻出嚟冇啊咁样，咁话唔紧要啦，咁下个月再试下咯咁样，跟住佢话有咗啊咁样，哇开心到啊，佢喊我又喊啊，两个就喊，跟住成晚佢冇瞓过，系咁拍住我，哎呀，系咁拍住我，好似扫我咁样咧。我好想同佢讲，你扫醒我啦，你俾我瞓啦，我好攰。咁但系后边就真系因为接咗戏啦，咁就变咗又因为即系当时试过小产啦，咁所以就唔想讲俾咁多人听，费事好麻烦，又要逐个讲翻俾人听话冇咗啦，冇咗啦咁样，所以就唔想再讲，唔系因为嗰啲八卦嘢咩三个月唔稳定唔好讲住，唔系呢样嘢，而系费事周围讲啦咁样，咁跟住后屘就即系开工啦，咁就真系期望啦。哇，你会担心啊？初初担心嘅，但系因为第一个经验咧，令我觉得原来生命唔喺我手。即系如果我就算唔做嘢，我当时第一个咧，我系唔做嘢，乜都唔谂，净系谂住安胎咁样。点知咧都可以两个月后话俾我听冇心跳，咁都要攞出嚟，咁都冇办法。咁但系呢个咧，我就觉得，唉，天父你俾我就系恩典，你唔俾我收取嘅都系恩典。咁我就好好享受你俾我恩典啦。咁既然你都喺我唔知之下俾我有一部戏接咗啦，咁我就即系完成部戏，我相信你会有祝福咁样样。咁跟住就开工咯，咁就好感恩，做皇后啊，完全唔使行嘅，成日就坐咗喺度，有要行咧，左右护法都有人扶住，咁又好舒服、啊，个个要跪我，我唔使跪人。哇！如果你而家嗰阵时叫我做摸，即系金枝玉叶呢个角色，我谂我笑惨眼啊！大佬又要扑，又要搭，又要走，又要即系又要啲妃子坐晒度，我企喺度噶嘛。我谂过啦，淑梅姐做皇后系抵好多。我以后都唔会做，我唔会做仆人嘅角色噶啦。除咗今次啊，系啦，除咗今次领个嘢之后，以后都唔会再做呢样嘢。做妃子都好过做仆人啊，我唔制啊。真系好顺利啦！好顺利啊！咁拍咗几多个月啊？拍咗本来话半年噶，但系4.5个月到就拍完啦。系啊，76集喎，系咯，系啊，大受欢迎添噃，系啊，红爆喎，系佢哋同我有啲帮助咗好多嘅，其实
系红爆嘅呢部戏，喺美国都出啊，好犀利。系啊，系 啊，哇，真系啊！咁啊，阿彩儿咧就系即系福星啦、福将啦，亦都冇骚扰到妈咪啦，佢好乖，冇呕啊，冇。佢啊真系冇乜点呕，反而阿妹陀三个月内就即系成日作呕作闷啊，食唔落啊咁样。但系家姐就一啲都冇，阿汤圆好乖，系系啊，成个过程我觉得系享受嚟嘅，嗯，系咁、啊信儿咧叫做乜嘢啊？佢个花名系我哋一叫佢做包子啊，包子啊，系啊。其实嗰晚喺度喂紧奶嘅时候，我老公话佢成嚿包咁样嘅，哇块面肿嘅，即系块肉多到咧，好似摆唔晒。个位咁样成嚿包咁，我哋话叫他包子吧咁样，跟住我姣啊叫他包子吧咁样，几得意。3月25号，3月25系啦，咁啊到咗而家咧就系个零月度啦，系啊咁样。坐月嘅时候咧，大家都喺度，哎呀喂。快啲出嚟啦！因為有好多嘢，好多嘢做，好似你自己都好心急喎，係咪？其實坐月，我覺得真係一個孕婦必須要嘅，無論你係順產或者開刀，真係要一啲時間去適應自己嘅生活，同個小朋友，又或者叫做俾自己唞下，因為始終做咗個即係幾大嘅手術咁樣。咁但係見到大家宣傳啊、做嘢啊，咁我又有啲廣告揾我啊，我話哎呀，快啲出嚟做翻嘢啦！我又好恨，即係個心係好恨，但個身。睇其实知道系需要休息嘅，系咯，即系个心好狠咯，即系譬如好似见到今次做宣传做咗两次，哇，哎呀，我一次都冇份参加，激死我啊咁样，即系佢哋打电话嚟啊嘛，同我电话访问啊嘛，我话哎呀，我好想出去啊咁样，即系都几想快啲出去。像雪花飞中，城外放低了往事，像送走清风。墙内每一次偶遇，渲染于苍穹。蚕食着华丽美梦，那伏计西东，乍恋还看风急雨冷，欺诈纵容，交心却变猜心笑雨中。有过情路，呼吸更动，吹折心弦。遗憾当初意想不中，谁想寂寞盼着阵阵冰封，感慰到最深的心痛。如心听着风声有情如旧，残梦其实任长亦不知所踪。有各目光同手用，天意点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而家黄思恒报新闻。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宣布胜出大选，估计他所领导的中间偏右穆斯林联盟在国民议会272个席位之中取得超过115席，在旁遮普的领先优势明显，相信有机会取得国会过半筹组政府。另外，前板球明星伊姆兰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估计可以取得超过37席，有机会成为国会之内第二大党。在投票日，多个城市包括南部的卡拉奇以及西北部的白沙瓦接连发生十几宗炸弹袭击，合共大约30人死亡，60几人受伤。在卡拉奇一个票站附近的炸弹袭击，最少11人死亡，30几人受伤。两名美国太空人走出国际太空站检查修补泄漏液体氨的容器，预料这次太空漫步历时六个半钟头。较早时，太空人发现太空站外的一个电力系统冷却装置泄漏液体氨，泄漏的速度快，但是太空站维持正常运行，太空人并没有生命危险。台北要求菲律宾三日之内回应台湾渔船被枪击造成死伤事件，否则会采取冻结菲律宾劳务申请等措施。马英九总统昨晚召开高层会议之后宣布这项决定，其他可能的措施包括召回台北在菲律宾的代表。另外，台北又向菲律宾政府提出四项严正要求，包括正式道歉、赔偿损失、彻查事实、严惩凶手、尽速启动台非渔业协议谈判。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韦根凭完场前的入波1-0击败曼城，是球会成立81年以来首次赢得足总杯冠军。韦根保时一分钟由宾屈臣接应角球顶入。英超方面，车路士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林柏特连入两球，以203球成为球会历来入波最多球员，亦都为球队锁定联赛前四席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9: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中意饮奶茶，食菠萝油，喺呢度先咁好味。放假去耕田，仲有机菜，就是我哋嘅家庭乐啦。我喜欢香港的电车，我最喜欢香港的就是很冷的时候在街道很多人很温暖，成家一齐在家打边炉就最开心。我喜欢留家的，因为我家在香港，有哪里开心到过哪里呢？这里是我们家，家是香港。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或它们的粪便，还有要勤洗手。家禽和蛋类食物要彻底煮熟才吃，出外旅行应该避免去家禽市场和农场，千祈不要带禽鸟回香港。回香港之后，如果有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就要戴口罩，即刻看医生，同埋话俾医生听你去过哪些地区。详情请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知识，知识咪就系力量咯。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学多啲嘢梗系好嘅。巴尔扎克嘅作品。以善于透视针对年轻人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声音的力量，力量，力量。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嗰阵时枕住一个月都验一次，跟住一验话又做啊，咁样，哇，开心到啊，佢喊我又喊啊，
似边个？细妹似家姐，家姐似爸爸。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即系唔好话自己同丈夫嘅关系，同屋企人关系，我都要好多嘅学习咯。唔系净系佢哋有问题，我自己都有问题。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母亲节快乐，希望每一位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俾啲仔女锡。咁但系即系细女嘅妥细女系咪即系除咗少少即系唔舒服之外咧，都好顺利啊！好似话你曾经试过喺咩飞机嗰度遇上咗嗰啲嘅气流啊，唔系气流啊，直情系一坐飞机跟住又咧无端端就 feel 到有啲唔舒服。几多月啊？嗰阵时两个零咋，咁、未到三个月嘅。咁跟住我就走去厕所，咁一睇就见到原来有血咯。咁跟住我就梗系好惊啦。咁跟住再睇仲多，我经理人啱啱同我一齐去台湾玩，我哋几个姊妹一齐化妆啦。你唔知道自己有咗啊？知都冇所谓嘅。嗰阵时九月十八号，我之前仲飞来飞去做嘢噶，咁我觉得冇嘢噶嘛。咁然之后，我哋四个女仔谂住识去台湾玩，咁点知道一上机就发现咁样。本来个飞机准备飞，点知我就即刻同个空姐讲，我流血啊，我有 pattern， 我要即刻落机咁样。咁落翻机之后就去睇医生，医生话原来系嗰个叫做胎盘有少少裂痕，咁就唔知点解嘅，呢个解释唔到嘅，咁啊流血，但系 B B 里面好健康。哇！我睇佢嘅时候咧，我因为我流好多血啊，我以为冇啦冇啦冇啦，咁跟住有冇喊啊？唔开心。我当时我好平安，反而我会觉得啊，真系原来妈妈真系做唔到任何嘢，生命真系我更加体会到唔系你嘅手噶。你谂住，但我又见到好多恩典，因为如果个飞机已经飞咗天空上面，我谂我会癫啊！咁多血，跟住又仲要你去台湾，你又唔成身路不熟，你又唔识得边间医院好，边个医生好，你又唔会揾到人，好惊噶嘛。咁但系哇，你话临飞之前我无啦啦话要去厕所睇一睇，先知原来系出血。临飞都应该唔可以去厕所添，唔俾噶。唔系个姑嗰个护士嗰个空姐话好啦，你去埋先啦咁样。一去就发现，即刻就已经叫佢折返翻嚟啦，就未飞嘅。但系就已经去紧跑道，其实都唔人哋都好难得肯俾你咁样翻转头。咁你我就喺嗰度坐喺个轮椅度，又要系过嗰个移民局嗰啲，坐成半个几钟啊！咁我就喺度谂，哇！我做妈妈，我可唔可以控制佢喺多个肚里面多一日咧？都唔得。咁我就觉得，唉，我好顺服啊！即系如果咁样，即系我见到咁多恩典啊，又冇飞又冇剩啦。如果咁样都冇咗嘅，我都感恩，因为一定系对我好嘅，对 B B 系好嘅。咁所以我去到医院度见到佢只脚一弹起咧，一照落去嘅时候咧，佢只脚企喺度弹起啊！跟住我就话哇！跟住嗰个医生话：，哎呀，你 B B 你快啲同妈妈弹多两嘢俾佢睇啦，等佢唔好惊啦。但两个几月啫喎。系啊，跟住都有咁嘅感觉。有，唔系我感觉唔到啊，佢喺入边照嘅时候睇到个影像啊，佢系跳紧啊，跟住只手喺度打个胎盘啊。咁我话：，梗系你打裂啊，女。跟住但系我啲眼泪已经流啦嗰阵时，哇，女啊，你吓死妈妈啦，你吓死妈妈啦咁样。但系好感动咯，我同我老公都好感动咯。系啊，咁跟住后屘就卧床两个星期。哎呀，好痛苦啊！要我卧床，仲惨过叫我，即系仲惨过叫我开几日几夜冇一份觉嘅工咯。系啊，但系都要乖咯，乖咯。但系就惨就系唔够胆再抱个大女咯。我怀疑嗰阵时我太过夸张啦，我同个女仲喺度打紧关斗。即系玩打关斗，仲喺度拱佢点样打关斗啊！自己又喺度玩啊，咁样又抱佢啊，咁样咁医生话你乖啦，唔好再抱啦，因为你个女都唔轻噶，系因为汤圆都几大粒噶嘛，系咪啊？咁就即系好彩啦，平安啦，咁就嗰段日子就唔再之后都唔再冇事啦，唔系啊。冇流血啦，咁问医生我可唔可以再做嘢，佢话好啊，咁我一个礼拜最少飞咗四次到五次啊，仲跟住就一路做嘢都冇嘢啊，冇影响。我做嘢做到二月尾，咁我三月廿五号生啦，你谂下，系啊，蔡少芬啊，呢、這个就系、是，系咧。因为将一切交咗俾上天，系咪啊？咁佢可以帮你保守住。系啊，我觉得如果系佢祝福嘅，就唔会咁难嘅。如果唔系嘅，咁啊，唉，收取耶和华俾嘅都系啦。咁所以就应该要感恩嘅。
咁啊，见到你又好幸福啦，甚至乎咧就你先生咧将你喂人奶嗰个嘅相片咧上载咗上嚟咧，就觉得你啊好有型喎，咁样。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喂哺母乳咧，系、我哋即系要推嘅，要推出嚟嘅、但好多嘅妈咪咧就唔制啊，哇咁唔方便，又唔知点咁样吓。咁其实你又点样会接受到呢样嘢？因为咁嘅，咁即系初初啲人又话会会唔会身材会走样啊？又话会唔会唔靓啊？咁嗰啲嘢，咁但系我心里面只有一样嘢，就系希望健康。咁跟住我就觉得我点都要试。哇！我记得我啱啱喂汤圆嘅时候咧，佢咬到我咧流血啊，跟住要搽一啲羊膏咧，跟住先至可以止血。咁同埋掂一掂好痛啊！咁但系我继续坚持咯，我咪继续努力咯。咁有少少血，我话医生少少怕唔怕？佢话你忍到咪忍咯，但系最好就挤咗啲血先，然之后先再俾佢饮。哇！咁我真系痛苦，因为即系啱啱开始奶线唔通咧，就成日好似一嚿石头咁奶。系啊！哇！嗰阵时我头都痛啊，扯到咧直情系想死啊！搵啲热水淥佢咯，淥个心口啊，跟住又系咁好喺度揿咯，按摩咯，哇！边度硬就揿边度，直情咧你系。即系啲眼泪飙噶，跟住我老公睇到都哇心痛到去死，佢话你得唔得啊？你得唔得？我得噶，得噶。佢又哇，我直情癫咗喺度尖叫啊，痛到咧。咁但系当你即系挨过咗咧，咁就冇嘢噶啦。其实咁慢慢就啲乳腺一路 OK。其实最大问题都系心理压力。因为你会觉得哎呀个女喊啊，系咪我唔够奶呢？系咪我令佢饿呢？但我又唔想去补奶粉、哦、我又好想即系成功地俾佢一足够嘅奶母乳、哦。咁所以你要食好多嘢啊去帮助。你每一日啊冯姐，我系饮一碗一公升三公升四公升嘅汤水啊。我系咁咕噜咕噜。咩汤咩汤都有啦，会有嗰个叫做木瓜汤啦，鱼啦，笋壳鱼啊最紧要，因为好多奶噶嘛，哇搞好多好多水啦，牛奶啦，即系日日饮一扎噶，你一喂奶之前喂奶之后都要饮一大汤碗，无论水定系嗰个汤水，你觉得系好容易饮啊？定系其实都？即真係为佢囉，你话好容易饮，我就真係讲真，饮一碗已经顶到上心口㗎啦。咁同埋系咁食白饭囉，即系咁食饭囉，因为佢哋话做奶会好啲喎咁样。咁食咩就佢食咩啦嘛，咁盡量都食啲健康啲嘅嘢俾佢啦咁样囉。唉，咁但系第二胎就好舒服啦。因为第一胎有咗经验呢，个脑呢已经有咗记忆体呀，咁所以佢好快就做到奶。咁去到第三日已经开始有感觉会谷奶啦，咁就变咗阿信儿就好够咯，而家直情多到成个雪柜都可以储起啦，咁就好安心。如果我要去旅行，我都可以去得好快乐。哇，去旅行！你而家先至个零月咋？系啊。咁即系呢一个咧，就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啦吓，真系啊！原来即系喂哺母乳嗱，但系咁你头先咪话宋梅姐，你话我瘦又话我翘翘咗嘅，真系母乳呢样嘢咧。是有呢样嘅功效噶，系啊！你即系想快啲修身啊，同埋你想见即系个人咧，精神啲啊！我觉得母乳系好得，系咁啊！其实即系会唔会要有个日子，譬如半年、一年咁样？我俾自己八个月，因为大女八个月，咁我细女我都最少要俾八个月，因为我想公平啲对妹妹系咯。系妈咪，咁其实家姐会唔会呷醋噶？你即系成日而家抱住阿妹咁。我会问佢噶，我家阿妹啊，唔系家姐阿妹喊，咁点啊？佢话 B B call it cry， 我话系咯，咁妈妈抱佢好唔好？佢话 O K O K， 通常佢通常手势你系啊，俾个 O K 手势 ，O K O K 咁样，咁就次次都。俾叫我抱噶，我有时咧俾佢喊下啊嘛，冇理由下喊就要抱噶嘛。跟住话 B B cry B B cry， 妈妈抱抱抱咁样。你拉住若兰都系啊，咁样咁啊，即系两个嗰个嘅感情都会好噶。好好，佢试过我佢肚饿啊，佢喊啊，肚饿啦可能。跟住家姐就话：妈妈拉拉拉拉，扯开我件衫要我喂啊！
但之前你系咪已经做咗好多啲心理准备功夫俾佢？咁又冇、啊，我净系做咗一样嘢啫，就因为我听啲朋友讲嘛，佢话你翻嚟之后咧买份礼物俾个家姐，就话系妹妹送嘅咁样。咁我而家咧就即系我同我老公一翻去，咪俾份礼物俾佢咯，就话妹妹送俾你噶咁样。咁佢就话谢谢妹妹，跟住就好开心玩啊！唔知系咪因为咁，佢就接受咗妹妹。即系呢条桥好噶，即系大家都要学啊。系啊，跟住所有朋友送嘢俾阿顺儿都好啦，我都会话送俾顺儿噶，但顺儿送俾家姐，家姐你玩先啦，玩到佢都唔识玩。真系一个聪明嘅妈咪啊！真系。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讲翻即系喂人奶嗰个问题咧，有啲人话好尴尬。其实咧我就我就唔系好尴尬嘅，不过我老公尴尬因为咧我成日咧就觉得即系你话就咁。即系似开咁啊，喂，梗系唔得啦。咁而家好兴有块布咁遮住噶嘛，系。咁我觉得冇乜问题嘅啫。有冇试过喺街上面喂先？我有，所以我咪俾老公闹咯。佢话你唔即系或者我经理人都闹咯。你唔系明星，即系你唔系 artist， 咁啊，梗系冇所谓啦。你系 artist 嚟噶，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肉酸啊？好似喺边度啊？唉，我其实咧汤圆咧，我自 coffee shop 都试过。咁然之后咧，而家呢个顺儿咧，我嗰次未去乐园玩嘅。咁啊，顺儿好肚饿嘛。咁我就话，哎呀，厕所咁多人，嬲住块布喂咗佢算啦咁样。我老公话，
你唔好啊，你唔好咁肉酸啊，你翻入去咁样，跟住我就唯有去嗰啲伤残人士嘅厕所咧，唔使排咁耐咧，咪入咗去喂，哇咁啊坐喺度喂，然之后行翻出嚟，佢又饿啦，我呢个信而包子咧，唔该佢包子啦，包子嚟噶，食唔饱噶，跟住我就唯有咧就又多人啦，咁我老公就话咁啦，攞两把遮遮住。然之后我再搵块布遮住，然之后先喺入边喂，等啲人又见唔到我，又见唔到佢，又见唔到我咁嘅动作，咁我就话，唔好意思啊，真系，但系我就觉得冇乜嘢嘅，因为你根本真系睇唔到嘢，但系佢觉得意识唔好咯，咁话冇啦，算啦，系嘛？不过你呢啲嘅经验咧，有冇即系都俾金枝玉叶二啊？其实帮到好大。其实真系帮到金枝我嘅摸摸呢个角色好大，因为你奶妈咁系啦，因为我做过嘛，虽然我而家摸摸呢个已经系升咗级啦，我唔使再俾噶啦，只系服侍个五阿哥啫。咁但系我因为我经历过喂奶啊、凑我女咧，咁我就会有同等嘅感受，就系、是、呢个小朋友虽然我同佢系无亲无戚，但系问题系我当我咁去母乳即系养过去养大佢之后，其实我等同佢阿妈，即系生娘不及养娘大啊嘛，我就 feel 到嘅就系我好似系五阿哥亲生，系我生嘅。咁然之后，摸摸呢个角色咧就系点去照顾佢啊嘛。但系我自己有三个仔噶嘛，即系入边。咁但系我照顾唔到，我就即系投射晒佢身上面。所以其实双玲系好爱五阿哥，爱到一个地步，我相信比如飞更爱，因为系佢即系抚养佢成人，可以咁讲。咁所以其实双玲系好爱呢个细路仔，而因为我即系凑过我自己嘅楚儿啦，即系个汤圆仔啦，咁所以咧我凑呢个嘅时候咧，我完全觉得我自己好自如啊，系啊，好似做妈妈咁。小朋友嘅时候嗰种感觉系点样？好笑噶，阿五阿哥咧，即系个小朋友饰演嗰个咧，我有一场戏讲佢瞓觉啊嘛，我安慰我安抚佢瞓啊嘛，我喺佢面上面一路扫佢嗰个额头仔咧，个眼个位系啦，佢就话点解咁似我妈妈暗我瞓嘅时候嘅？我话。是不是呢呢啲咪就係媽媽做过就会识咁做囉。咁你到你睇戏嘅时候啲媽媽咪好心同感受囉。啊我都係咁样抚育我仔嘅咁样。即係会有呢个特别嘢喺呢啲微妙嘅细动作做过媽媽同未做过媽媽係好唔同。嗱你咁锡啲即係自己嘅小朋友即係有晒呢啲嘅感觉。所以呢我喺电视上面呢见到你即係五阿哥定係嗰个。係五阿哥。五阿哥过身系。係呀係呀金枝女。你係喊到呢係好即係好真情流露啦！當時我自己都俾你即係震住咗，我成個人。其實當時你係咪都係好難控制自己？控制唔到。其實對住而家對住呢啲戲咧，你係真係啲眼淚全部係由心飆出嚟嘅。你想忍都忍唔到啊！哇！你谂下，你咁爱佢，你咁锡佢，你照顾咗七年啊！佢喺你手上面过去走咗，哇！真系痛死啊！唔可能接受得到，所以哇嗰一下咧喊咧，即系喊到好澎湃啊！直情我自己忍唔到，崩溃啊！咁啊，又剔咗两次咧，咁、哦、两次我都崩溃咁吓，又有好多原因嘅灯啊，同埋摄影师啊，同埋好多原因啊，剔就想再嚟多次，咁我就再喊咯，再喊嘅时候都仲系陆续有嚟啊，系啊，但系呢场都已经唔系咁激啦。我你睇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啦，系啦，一至五呢个礼拜啦，我哋有好多场戏仲系讲紧我哋思念啊嗰啲咧，哇，嗰啲眼泪直情系我同阿如飞有一场戏，佢我身上揾到。五阿哥的感受，跟住佢揽住我，我揽住佢，哇！我哋两个喊到啊，我直情几多个 tick 都喊晒出嚟啊！哦，系啊，即系心痛咯，嗰种感觉系啊。咁啊，文女咧，文女都喊，佢自己嘅仔嚟嘅，咁样。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原来有个小朋友同冇小朋友，我会觉得我演嗰个感受系两回事嚟嘅。其实即系嗱，你就唔系 TVB 嘅合约噶嘛，部头咯，你部头噶嘛，你接呢套嘅剧嘅时候系因为系戚其仪同埋周玉明，
佢哋揾我咧，我好难推佢哋啊，佢哋好麻烦。因为你哋有过往好开心嘅回忆，太多系太多合作，咁佢哋俾我有好多嘅发挥机会。阿邀明嘅剧本可能唔系咁多人会觉得即系会系觉得哇，一定系收视咩咩咩咩咩，定系点样点样，但系一定系好戏。即係有質素嘅戲啊，戚同埋邀明嘅嘢，咁我自己就中意佢哋一啲係唔係成日拍過嘢，或者佢用開我覺得我得手，佢就話乜嘢都做翻嗰類嘢啦，即係佢唔係咁咯，佢俾我係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可以去做，即係等於如飛第一輯係好兇狠嘅，好辣手嘅，但係呢一輯佢温柔嘅，好睇人，好體貼人心嘅，即係佢哋會係有好大嘅 difference 啊，咁演員就咪好玩咯。但係嗰陣時你譬如話即係如飛啊，阿文女。话拍到咧就系抑郁症啊，系嗰阵时你觉唔 feel 唔到啊？哦，我完全唔知道啊，因为佢仲会买啲嘢翻嚟俾我哋食啊，又拍嘢嘅时候佢未背剧本啊，同我哋一样对戏啊咁样。咁但系你话佢有冇咩嘢，我又真系 feel 唔到，因为佢又唔同我讲，咁佢又即系当然啦。其实当时大家一攞到剧本，已经净系睇剧本，唔会再大家倾咩偈噶啦。你又忙，我又忙，系啊，同埋你得好急啊，系啊，即系今日有。就聽日拍咁樣嘅，咁所以都會好用心去睇翻自己嘅戲啊，睇翻對方點樣去做啊咁樣，去演呢場戲啊咁樣。食飯佢自己又大飯盒嘅，佢又要健康嘛，咁所以我哋都少一齊食飯啊咁樣，變咗其實成部戲都唔係話真係好埋咁，成日傾好多心事啊嗰啲嘢，咁變咗真係唔知佢有唔舒服。Seems like it was yesterday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told me how proud you were, but I walked away. If only I knew what I know today. Ooh, ooh. I would hope.But I won't admit. Sometimes I just wanna hide, cause it's you I miss. And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when it comes to this. Ooh. Would you tell me I was wrong? Would you help?See you next time.
just couldn't do. And I've had my say.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而家黄思恒报新闻。今日系5.12汶川地震五周年，四川日报头版刊登省委同埋省政府嘅署名文章，表示震后满目疮痍嘅废墟，如今万丈更新，欣欣向荣。又话四川近年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站在新嘅起点，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喺震央影秀阵。朝早会有祭祀活动和地震演习，到下午2:28，即是当年地震发生的一刻，船口中学位置会有祭奠活动。另一个重灾区北川，当地的地震纪念馆日前已经开放，展出图片和物品。报道说，省政府今日不会有官方纪念活动。四川泸县桃子沟煤矿气体爆炸，造成27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喺寻日下昼，当时有108人喺矿井之内工作。救援人员午夜前将所有矿工救出，伤者之中5人伤势比较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亮同埋省长魏宏到场了解情况。出事的煤矿去年开始生产，上个星期省安监局的官员曾经带队到煤矿巡查。土耳其指责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组织发动边境汽车炸弹袭击，最少4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接连遭受汽车炸弹袭击的是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雷伊汉勒市市政府大楼和邮政局附近分别发生猛烈爆炸，多间商店和住宅玻璃破裂，汽车损毁。当地有20000多名叙利亚难民，亦都是叙利亚反对派活跃的地点，多个国家和组织都谴责这些袭击。在本港，消防认为社民连梁国雄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起火有可疑，初步调查指出现场并没有自燃的起火原因，亦都有不寻常火种。立法会大楼10楼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火警，10多分钟后由自动洒水系统救熄，无人受伤。梁国雄深夜回到立法会了解情况，他透露办公室内的梳化烧着，情况不算严重。他不揣测起火的原因，相信和政治以及拉布无关，要交由警方以及消防调查。洒水系统喷出大量的水，几间在9楼的议员办公室亦都出现轻微水浸，包括教育界的叶建源。他表示要跟进了解立法会大楼的设计，因为近窗边位置比较渗水严重，怀疑是经天花渗水。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韦根凭住完场前的入波1-0击败曼城，是球会成立81年以来首次赢得足总杯冠军。英超方面，车路士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今朝早本港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到200米左右。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会是2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嗰阵时枕住一个月都验一次，跟住一验佢话有做啊，咩啊？哇，开心到啊！佢喊我又喊啊！似边个啊？细妹似家姐，家姐似爸爸。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即系唔好话自己同丈夫嘅关系，同屋企人的关系，我都要好多嘅学习咯。唔系净系佢哋有问题，我自己都有问题。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母亲节快乐，希望每一位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俾啲仔女锡。但是你对这套剧是不是有很大的寄望、当然啦，我自己用尽我自己一个 100% 有多的力量去演的，我又很用心去想，即是应该怎样去做摸摸这个角色，因为我很怕走了、皇后的味道出来。始终我做了七十几集的大佬。甄嬛传。是的，做过不少皇后啊，我不可以被这个皇后令人觉得我有这个味道。我又但是湘菱又很聪明。好有智慧，咁我又点可以令到呢个角色变成一个痞女，又可以有呢一样嘅味道，亦都可以压到墙咁样咯。嗯，咁但系咧就出嚟嗰个嘅收视点咧，就大家都觉得即系，咦？哇，可以系十几点嘅啫，咁样吓，都好意外噶，系啊，都估唔到噶，咁咯，系啊，系咪真系好似正如出边啲人所讲话，太深啦，嗰啲剧。劇情啊、對白啊，咁你做演員嘅會唔會都覺得係即係都幾難去？對白係難嘅、但係我真係又想講嗰陣時我睇包青天，我哋做包青，我做過唔少古裝啦 ，TVB 包青天嘅時候咧，阿龍哥做阿狄龍哥做嘅時候，我哋啲對白都係咁難噶，都係話翹口斬，即係因為文言文啊嘛，都係咁噶，一定係咁，咁、自然就係會講啲對白就四字詞啊，好文就就啊，但其實嗰陣時又接受嘅喎，啲人因為文化水準可能都仲係 OK 嘅。咁我亦都講真，我可能睇嗰啲咩《鏗鏘集》啊咩嗰啲嘢咧，咁啊佢哋講話而家啲人咧嗰啲中文程度係差咗嘅。咁唔知係咪因為咁，即係覺得好難明啊？啲四字詞咁多，哇！聽完之後我仲要諗得唔得啊？咁樣即係比較攰啲咯。咁但係其實如果即係深入去睇咧，其實我覺得阿鬱明寫得好好咯，佢用嗰啲字眼啊，所有嘢。咁你话明明我又觉得系第一二集，可能系咁多条主线要介绍，咁啲人又未认识，话蔡少芬原来叫湘菱，如飞就系如飞啦，咁啊即系阿瑞文啦，阿伍明薇做咩角色啊？顺太妃啊，即系啲名同个人要 mix 翻，啲人可能就哇咁多角色，我唔知边个打边个，但系其实第三集开始已经好多人话，好顺啦，或者我啲屋企人都话，我明啦，即系就算啲妈妈级都话唔系咁难明啫，唔通我特别聪明咁样。咁其实系你有冇心去睇？咁如果即系我觉得以前煲剧都系大家会系好有心咁坐喺度，你唔好同我讲嘢，我要睇戏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可能即系太忙啦，啲人咁又执下嘢啊，洗下碗啊，凑下女啊，或者系做一啲嘢啊，咁已经 miss 咗某几个镜头。咁啊，戚啲戏又系好想你唔系就咁睇，即系拍晒俾你睇，而系你要谂下咁啊。咁所以啲人就话好难明，但其实我觉得唔系咯，系。所以而家就好彩又即刻就走咗个咩解读剧情出嚟啊！我唔中意呢 part 添啊，系啊，因为太快将啲剧情讲晒出嚟咧，好似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我好想观众睇，然之后就哎呀，原来系咁啊！咁就但系之前讲晒咧，好似冇咗嗰种哎呀。嗰種咧，即係嗰種，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睇戲，我唔睇嗰啲咧影評我咩先噶？因為我驚死講曬出嚟，我仲使睇咩部戲？我想鼓勵唔到啊嘛。咁跟住去到戲院睇，哇！睇完之後，哇！好開心啊，原來咁噶喎咁樣。咁但係而家解讀曬之後，就真係你有冇反應咧？反應俾即係 TVB 知道啊？喂！
我录嘅时候已经讲啦，我话边个谂噶，做咩要做呢样嘢？我唔想录啊！我可唔可以唔录啊？我自己都接受唔到，点解我要录啊？咁样咁，但系我接受到系之后解释咯，即系睇完晒之后，你咪解释翻咯。如果唔明，你咪嗰下，哎呀，原来系咁啊，咁都可以咯。但系你话之前好即系讲晒就唔系咁好咯，我觉得系。咁佢哋会唔会即系因应？应该唔会啦。因为我都有拍咯，所以应该唔会啦。我都同意嘅，真系喺尾嗰度咧，即系大家尾嗰度垫一垫，系啦，即系要睇嘅，睇晒成部成集，跟住尾嗰度你解释翻，人哋有啲睇过就话我都明啦，使乜你解释？有啲唔明嘅，哦，原来系咁，咁都仲叫承接到后边嗰啲嘢，人哋又唔会估到嘛。但系如果你前面都未做，你已经讲晒，哇！呢一集有啲咩睇？咁佢哋已经睇听晒啦，同埋即系觉得好似低估咗，系啦，观众嗰个嘅智慧。這个我都觉得是有得斟酌。是啊，我有些朋友都说讲晒都照晒啦，咁样。唔使睇啦。是啦。哎呀，咁弊啦。咁我就真係好唔开心啦。咁19点唔知係咪咁嚟。但係出面啲人话唔係喎，因为可能係九姑娘嘅问题喎。吓，点解呀？啊，因为佢嗰个太靓最最新嗰啲嘅即係调查啲形象走势呀，咁好似都跌得几犀利，因为佢同晴晴嗰个嘅绯闻啦，咁样。咁你觉得会唔会有？当然唔关系啦。第一绯闻呢样嘢，所以我话呢谣言真係吓死人嘅，可以置人于死地，亦都可以捧人到去到好高峰咁样。所以我哋呢部戏呢金枝玉叶呢其实係好有意思嘅。即係你讲到如非好似好奸，但其实佢好忠诚嘅。但係啲人呢就个个都认为衰人嚟嘅。就算佢做乜都已经系无补于事。我就觉得正正好似九姑娘咁。即係如果识九姑娘嘅人呢，你就知道佢系一个几天真嘅小女嚟。即係佢几乖嘅问心。即係又唔多事又唔麻烦。仲要做嘢系真系好勤力。虽然口音唔正，咁但系讲真的，人哋 A B C 嚟噶嘛，喺外国读书翻嚟，咁你要我讲国语好正都难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佢都好用心去做噶啦。咁当然即系仲可以继续努力啦。咁不过我会觉得即系唔好斋睇嘢，即系表面睇咯。即系绯闻呢样嘢更加系啦，时间咯，所有嘢咯，慢慢睇咯。我觉得系咯，同埋感情呢样嘢我唔清楚啊，但我会觉得系自由噶嘛。系咯，我就觉得呢样嘢唔代表即系可以拉低咁犀利嘅。如果系嘅，佢力量都好高，佢都太本事啦。你让我去街，然后我去街，反正你着西法裤。我坐我架车，其实冇白开，最后佢阿妈都上我。开车啦，系啊！我个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令世界兴发。令我爱逛街，一瓶嘅扎下斋，我就每碟菜都食吧。超级新景象，超级新景象，超级新景象，认真啱晒。我个赞你乖，我最乖，最重要系青春心态。有了这爱心，其实哪会坏？最害怕善意都活埋。超级新景象，超级新景象，认真表态。四处摆，摆住有再兜风好快，掟下转下弯啦，前面有个牌，转又转入高速飞快。
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咁有咩方法可以将个收视系拉翻上去咧？吓，就系、是、希望啲观众耐性啲去睇啦，就唔好人云亦云，人哋话难，自己去 judge， 自己去睇。其实就已经 OK 啦，即系等于有一次我睇一部电影，啲人话哇好难睇嘅，好咩嘅咁样，跟住我哋冇戏睇啦，我哋话去睇下啦咁样，一睇喂好好睇，有冇搞错啊？边个话唔好睇啊？咪傻噶咁样，即系就系咁咯，自己去 judge， 自己去睇。自己去感受，你就知道系咪真系咁深，系咪真系咁难睇，系咯。同埋后边嘅剧情越嚟越劲啊！即系阿五姑娘已经出山啦，即系阿五明媚真系可以去着啲靓衫啊，唔使再扮老人精啊咁嗰啲。咁阿雨飞又冇咗个仔，就开始个人对所有佢自己嘅信仰破产，然之后会点变翻第一集嘅雨飞。咁双凌。点样喺佢自己嘅即系同阿五阿哥永别之后，佢会系继续留喺宫啊，定系要出去啊？照顾咗三个仔，会发生啲咩事？呢啲其实都好鬼正嘅，系同阿高刘飞嘅感情系点咧？系啊，就陈豪咁样。系啦，系啦，即系咁。其实咧，金枝玉叶。嘅时间咧就已经哇好大回响啊！即系第一集嘅时候，而家嚟到二，惊唔惊猪肉在前咧？吓，蔡少芬。其实我当然觉得观众一定会对呢、這、一个金枝一有个咁大嘅回响，对金枝二就会有好多幻想，就会觉得金枝二应该同金枝一点样一样又乜又乜，所以你睇到而家啲人都会讲，如飞点解咁善良噶？如飞点解咁温柔噶？唔系啊，我中意佢好恶嘅咁样。又或者系哎呀，点解冇以纯喺度噶？点解冇阿小莹格格喺度咁即嗰啲？咁我就会觉得其实阿戚都讲明，金枝二其实系讲紧金枝一系一个虚构嘅人物，即系一个即系一个绯闻嚟嘅，系啦，一个无中生有嘅一个故事嚟嘅。真正发展系有生命嘅，应该系金枝二嘅呢一班人咁样。咁啲人可能期望。就是睇翻如飞好恶嘅，但如果是同一样嘢嘅，使乜再拍啫？睇翻金枝一啦，系咯。咁但我觉得即系我中意佢哋嘅嘢就系佢哋中意尝试啊，系啦。即系以前讲过宫斗嘅嘢，又讲过点样去争宠，今次就讲一啲即系你哋鲜为人知嘅一啲人物嘅角色，譬如好似姑嬷嬷，即系有边一个人会去留意后宫入边嘅嬷嬷，佢哋嘅妻孙同埋佢哋自己嘅故事，同埋后宫入。边唔单止系要争宠呢啲嘢嘅，佢哋仲有寂寞，仲有友谊，仲有好多嘅关系爱，即系我谂呢一部戏讲紧呢一样嘢多啲咯。咁可能啲人就幻想宫廷戏就系要争噶啦，就要怼冧边个，跟住就攞边个位咁样，跟住就变成系点样样咁，即系呢啲咁。但系今次佢唔想做呢样嘢，可能啲人嘅期望就变咗冇咗咯。佢咪真系二十万一集啊？咩嚟噶？嗰个嘅，你嘅喺 TVB 一定冇，喺 TVB
呢我夠膽講句，我冇。就內地就你經理人話唔止喎。Yeah. 不過咧講話爭啊嚇，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出到位啊？咁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是、大家都喺度諗啊，幾時即係你嘅先生啦，你嘅夫婿啦，張俊啦，係、可以即係出到嚟咧咁樣。出咗啦，係啦，即係咁好開心啊！得了，好開心，見到一代宗師馬生，我成日叫馬爺，點啊馬爺咁啊！有啲人 send 信息俾佢啊馬先生，跟住佢話我姓張嘅喎，邊啊？但系好好咯，即系佢，我成日都觉得每一个艺人，即系无论佢点努力，都需要一个伯乐。咁我好感恩，即系王家卫俾一个咁好嘅机会佢，即系我好感激佢咯。呢、个机会系点样得翻嚟嘅？当然我经理人有本事啦，即系佢又好努力啦。咁再加埋系真系伯爷啦，啊佢就同王家卫推荐阿俊嘅。咁然之后亦都去见过阿王家卫导演，咁跟住就使唔使耍翻两？要噶、哎，真系真系要噶、因为人哋都要睇你有冇实力噶嘛。武术冠军嚟嘅，庆幸佢系唔系冇板冇眼嘅，系有板有眼嘅，系有实力嘅。咁所以佢就即系做完之后，可能阿王家卫导演觉得啱佢一啲戏，咁就揾佢做咗呢个马爷嘅角色啦。系啦，咁啊，感恩我老公又即系讲真啦，我又真系好欣赏佢嘅。佢真系佢好多 talent 系好叻嘅。跳舞又好，唱歌又好，打功夫又好，最紧要做戏都好。咁当一有咁嘅机会啦，哇！咁咪真系顺理成章地就吓、令啲人就睇到佢嘅优点喺度咯。即系佢啊，即系睇到佢嘅文武相全嘅，又靓仔咧。你一早已经睇到啦呢样嘢。冇错冇错，啲人话王家卫真系有眼光啊，但系原来蔡少芬仲有眼光啊，咁早已经发现啦。系啊，好威啊，好威啊，系啊，咁又恭喜佢啦！旧年已经攞咗呢一个嘅香港籍啦，系咪入咗籍？今日未到，佢只不过系攞身份证啫，佢系优才计划，咁系啊，仲要去到七年之后啊嘛，系咯，咁都好啊，即系已经系过咗一个关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佢喺香港咧，有时我听到佢话，唔知点解啲人咧都查我身份证，系咪啊？试过一次咯，试过一次好笑嘅。本来我成日拖住佢行噶嘛，但系嗰日我要搵路，我行先过去咁啊，周围望周围望，突然间听到 Ada。Ada 咁样，跟住我拧翻过去，佢俾人查身份证，跟住我就话做咩嘢啊？跟住我以为我话警察哥哥做咩咁样，佢就见到系我啦，佢话哎呀。哦，唔好意思，都查緊啦，寫埋先啦咁樣，咁即證明佢唔會有咩嘢啦。跟住我就喺隔離度爆笑咯，我話：哎呀，你真係樣衰，俾人查身份證。我話都叫你唔好咁飛仔嘅樣啦，咁樣咪。但係其實係可能係咁啱啲人查啫，得一次啫，係。但系喺早前咧，喺咁多年以嚟咧，张俊都喺呢个圈里边打滚嘅。咁但系咧都未有去到即系呢个咁前线嘅位置咧、有时做个替身啊咁样样。好多年啦，佢冇做替身好多年啦。咁其实唔系话帮过张子怡。嗰阵时系讲紧卧虎藏龙啦，系即系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嘅事啦。佢识我之后已经系演员啦、我同佢同一第一部戏嘅时候就系、佢做演员咯。咁我就。同佢做男主角嘅第三个细佬，咁啊，即系佢都系第三男主角嚟嘅咁样，咁变咗因为讲三兄弟啊嘛，咁我就同佢有啲困戏啊咁样识到佢咯。咁其实佢自己心唔心急噶？心唔心急啊？唉，系咪应该去答咧呢啲嘢？你系佢嘅。枕边人、我心急过佢咯，系咪啊？系啊，即系我成日梗系会觉得即系点解英雄无用武之地嘅咧？有冇人可以发掘到佢嘅潜能呢？佢真係好叻㗎，无论兵器又好，佢打又好，咁鬼劲。即係我又觉得呢行好难得有呢啲演员啊，再加埋就係我觉得又靓仔，又做戏好，佢做戏真係好㗎嘛。咁我自己做戏，我自己都会即係有个 sense 睇佢啲嘢㗎嘛。咁我又諗，哎呀，点解一个人冇咁即係咁好就冇机会，所以我成日赞佢㗎。跟住佢咪讲囉，你赞我有鬼用咩？
啲导演冇赞我咁样，咁而家唔系啦，而家好多人赞佢啦，佢而家好开心啦。佢系赞你咧，系佢系赞你咧，佢我嘅成名咧系离唔开我嘅贤妻。有冇啊？唔好氹我，佢真系咁讲噶。佢喺你哋面前讲，唔喺我面前讲，有冇搞错噶？佢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丈夫咧？佢系一个你话佢系浪漫嘅，佢唔系；你话佢好体贴，佢又唔系。但系佢好实在，佢锡你好实在嘅，咁同埋佢好识欣赏你嘅，即系可能我会觉得系好，即系可能以前有啲男朋友都会觉得低能嘅咩你，哎呀有咩好笑啊你讲呢啲嘢，嗰啲嘢啦，但系佢系好识欣赏我呢啲低低能能啊，或者系我呢啲好可爱嘅地方，所谓嘅可爱啦吓，佢即系佢好识欣赏我，同埋我哋最好一样嘢就系乜都讲。即系无论好唔好，我哋就会去处理吓，同埋佢会俾我知道我唔中意你啲咩。即系譬如可能我令到佢唔舒服嘅，可能有啲男人会忍咗你啦，忍咗你啦，咁跟住之后一个大爆发，但系佢唔会咯，佢会即时话俾听。如果我咁样讲嘢，你会唔会开心？即系佢会表达佢自己唔舒服嘅嘢，佢绝对唔系嗰啲引导你嘅啲人嚟嘅，即系佢会表达嘅。咁我有好开心嘅就系因为咁，我哋两个好坦诚去相处啊咁样。咁佢又好，我又好感激佢系好，佢好锡我屋企人。系系啊，即系我屋企人咧，无论我爸爸妈妈啊，或者我啲阿哥啊，或者我啲即系侄女侄仔啊，佢都好锡嘅。系，即系当真系一家人咁样。同样地，佢都会觉得我系咁，所以我哋两个喺呢方面好夹。我哋譬如请屋企人去旅行啊，成啊，我哋唔会心痛。我哋两个互相请，即系我哋钱系大家捞埋一齐噶嘛。我哋冇话分彼此嘅，即系我哋系一个家，所以我哋唔会分开。你赚几多，我赚几多，摆个铺落去，我哋唔会咁咯。我哋系全部一齐。咁我做任何投资，佢唔理噶嘛。咁我就话俾你听，喂，我投资呢个好唔好啊？呢个好唔好啊？咁你企咗套未啊？我企咗啦，咁好啦，你做啦咁样。因为佢又好信任我，咁但系我又好尊重佢，咁所以我哋几夹嘅呢啲方面都。事头简单，我贵女医生有大概三种色彩，黑与白蓝。爱情求简单，怕又过三关，要直接不想兜一个弯。情若繁多，即使劝难，我怕有事烦。人若离去，便来又返，真不惯。成年事我相当简单，只慨叹太多前居可嫁，男士令女人多么悲惨，哭出了那对泪眼。常强调是爱必须简单，怎可以尽烟花璀璨，我从来不争，有容易的奖，怕觅到真心，即使他较平凡，盼望对先生进入我空间，对待我的真不可退减。情若繁复，即使劝难，我怕有事烦。人若离去，便来又返，真不惯。成年事我相当简单，只慨叹太多前居可嫁，男士令女人多么悲惨，哭出了那对泪眼。常强调是爱必须简单，怎可以难？每位热恋一晚，我不需恋爱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恒报新闻。社民连梁国雄在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火警，消防认为有可疑。初步调查指现场没有自然起火原因，亦都有不寻常火种。火警发生十几分钟之后，由自动洒水系统救熄，没人受伤。办公室内的梳化烧着，梁国雄说情况不算严重，他不揣测起火的原因，相信与政治以及拉布无关。洒水系统喷出的水导致楼下九楼的议员办公室轻微水浸，包括教育界的叶建源，他怀疑是经天花渗水。今日是五一二汶川地震五周年，四川日报头版刊登省委和省政府的署名文章，表示震后满目疮痍的废墟现在万丈更新，欣欣向荣。又说四川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站在新的起点，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在震央影秀镇，朝早会有祭祀活动和地震演习，到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即是当年地震发生的一刻，船口中学位置会有祭奠活动。另一个重灾区北川，当地的地震纪念馆日前已经开放，展出图片和物品。报道说，省政府今日不会有官方纪念活动。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宣布胜出大选，估计他领导的中间偏右穆斯林联盟在国民议会272个席位之中取得超过115席，在旁遮普的领先优势明显，相信有机会取得国会过半筹组政府。另外，前板球明星伊姆兰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估计可以取得超过37席，有机会成为国会之内第二大党。在投票日，多个城市包括南部的卡拉奇和西北部的白沙瓦接连发生十几宗炸弹袭击，总共大约30人死亡，60几人受伤。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韦根凭住完场前的入波，1-0击败曼城，是球会成立81年以来首次赢得足总杯冠军。英超方面，车路士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林柏特连入两球，为球队锁定联赛前四的席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嗰阵时枕住一个月都验一次，跟住一验话有做啊，咩啊？哇，开心到啊！佢喊我又喊啊！似边个啊？细妹似家姐，家姐似爸爸。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即系唔好话自己同丈夫嘅关系，同屋企人关系，我都要好多嘅学习咯。唔系净系佢哋有问题，我自己都有问题。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母亲节快乐，希望每一位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俾啲仔女锡。咁又系一个点样嘅？嚟嘅咧吓，哎呀，我都系做爸爸好好噶，即系佢汤圆咁讲啦，细呢个唔讲住啦，因为佢乜都唔识。但系汤圆佢要学嘢咧，个爸爸好细心，系慢慢教噶。我女儿而家讲嘅所有，譬如 A 到 Z 啊，或者系佢颜色啊、英文嘅分别啊，同埋佢嘅咩圆形、椭圆形嗰啲，全部英文啲嘢，全部我老公教噶。咁爸爸又成日同佢翻军斗，我发觉佢真系一个。都是体育界的精英嚟，应该你都喜欢他做呢方面系咪？爸爸嗰日问我，你想去跳舞啊？俾佢学跳舞，定系俾佢学拳啊？嗰啲啊，即系舞术嗰边啊咁样。我话而家呢个世代。
来都系自保好啲啊，夹俾佢学下拳嗰啲都系好嘅咁样。咁但系当然等佢大啲，如果佢中意跳舞嘅，都俾佢跳舞咯。反正老豆两样都识。即系你哋嗰个关系咧就非常之好啊！外边啲人咧亦都好羡慕，但系咧曾几何时咧就睇到你哋话咩嗌交啊喺个街上边吓，有啲报道咧话报道啲唔好信啊！我哋一前一后行都话我同佢嗌交噶，我哋揽住都好啦，都话我黑面教训紧佢嘅，即系其实。真系好笑噶咯，我哋好少嗌交嘅，嗌交咧，我哋通常都系唔出声嘅，就唔会话闹交嘅，即系我哋唔出声，去俾自己呢个心情平复咗，跟住通常咧都系我 say sorry 先噶啦，啲人成日话系咪老公 say sorry 先，咁当然佢都有，咁喺佢个角度，可能佢觉得佢多啲噶吓，即系我角度咧，我觉得我多啲咯。跟住我就会成日同佢讲，对唔住老公，我呢一 part 咧系我发脾气唔啱，但系咧其实我唔舒服系因为你咁样，咁佢就会同我讲佢其实即系佢都 say sorry， 但系佢都会话翻俾我听，其实因为你咁样，所以我咁样，系即系有个原因咁样，大家去处理翻佢咯。系呢个非常之好，不过咧就喺香港嚟讲咧，蔡少芬当然就系嗰个名气咧就大。好大㗎。咁我都唔多唔少都做咗廿年啦。香港小姐出嚟添，梗係冇人識啊，犀利啊！咁同埋 keep 到嗰個嘅即係人氣咧嚇，幾時都喺高嘅位置啊咁、樣。咁但係咧就譬如話，對於張生嚟講咧嚇，俊哥嚟講咧，就真係有個差距啊咁、樣。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舒服？其實就真係我想講，我平時嘅我咧。我唔觉得我系咩特别嘅啫，我普通一个女子嚟嘅啫，咁我只不过可能叫做有啲人认识你，但系俾面你未识你咯，唔俾面你嘅你系边个啫，咁所以我唔觉得我自己系咩啊，咁譬如饮茶要排队，人哋见到系你俾个位你，你就感恩啦，冇嘅你咪认命咯，即系冇就冇噶啦，你一定有个咩咁样。或者系俾 discount， 见到你俾你咪俾你，唔俾你就唔俾你噶啦咁样，所以我就唔会话因为咁我唔开心，或者我会觉得我自己一个咩身份咩地位，咁因为咁我喺屋企我更加唔会啦，咁即系尊重丈夫呢个必然嘅，即系如果你想个婚姻好嘅，首先你要爱，即系要尊重佢。佢先識愛你，咁呢個亦都係我睇一本書叫做男人要尊重，女人要愛嘅。咁我喺嗰度學好多嘢，咁我自己亦都深深知道嘅就係、是、我最麻煩係潮州人，講嘢特別大聲，好麻煩呢樣嘢。咁啊，令到我老公成日都會覺得你做咩咁大聲同我講嘢？我唔係啊，我潮州人，我慣咗咁樣。OK， 好，我學咁樣咯。咁就即係盡量會睇到自己咩問題，就喺嗰度改變自己。咁就唔係為佢改，係為自己嘅人啊。去改啊！即系如果你下下为对方改咧，你就会觉得好心理不平衡噶嘛？点解下下都我改你唔改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为自己改咧，你就会觉得唔会咁讨厌对方啊，或者觉得咁唔公平啊，乜都系我有问题，你冇啊？咁唔会咁啦。佢咧，佢会唔会自己个心嗰个点可以平衡到咧？我觉得佢冇唔需要平衡嘅，因为我已经咁识做啦。佢想乜平衡啫？佢都知道我系好尊重佢，好爱佢。佢亦都知道，讲真，我对佢嘅尊重同埋对佢嗰个欣赏系真诚嘅，即系唔系出于假嘅。咁佢就梗系觉得好舒服添啦，系咯。咁我真系觉得佢好叻噶嘛。文心我佢真系好叻嘛，好多嘢我要跟佢学噶，咁变咗我好恋慕佢嘅时候，佢就好快乐，咁佢就唔需要俾自己咩平衡，反而外边啲人点睇佢呢个我紧张，我唔中意啲人话咩女尊男卑，又咩成日写话我学佢，切咁搞错啊，佢学我多过我学佢啦。佢夠膽學啊，少芬，你應該話我夠膽學佢咁啊！即我會覺得即係呢啲反而我唔舒服嘅，即係寫我屋企人唔好嘅嘢我唔舒服嘅，你寫我 OK 嘅，咁但係即係咯，但係佢就成日反而安慰翻我，咪由佢咯，哎呀乜所謂啲相影得靚咪得咯，久而久之我都冇所謂啦。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the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heaven or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嗱，你话咧就系讲到屋企人嘅时候咧，你就会好介意啦，咁样。咁譬如话妈妈。你嘅妈咪咁样吓，咁啊曾几何时咧都知道佢系因为欠咗债，咁啊需要Ada 去帮手啦，咁样。2000年嘅时候咧，你同妈妈咧个关系咧系去到呢个冰点嘅吓，而家个情况系点样样啊？好到不得了啊！好到不得了，系其实都呢几年都好好噶啦，根本都嗰个嘅转捩点系点？佢认识有基督啦，咁跟住。佢有好多嘅改变啦。嗱，讲翻2000年，你话要同佢断绝关系嘅时候，当然就系好难过啦，大家都好伤啦，咁都需要被神去医治啦，同埋安慰啦。咁佢都好难受噶嘛，即系佢都老人家都有感受噶嘛，即系啲报章杂志都即系令到佢好伤啦。咁所以其实佢都几惨嘅嗰段时间，都几抬唔起头。咁之后好感恩就系佢认识嘅主啊，咁然之后，喺俾天父安慰佢啦。系你介绍主，唔系我，系咁啱，唔知点解佢自己去揾咗间教会，即系神自己带领一啲人去俾佢认识神咯，系好奇妙噶。咁、后来就而家佢一路都有翻啦，同我都有翻教会啦。点样后嚟见翻你哋？都好多年前咯。咁都系屋企人啊嘛。咁之后有啲即系慢慢就觉得都 OK 咁样。咁祈祷里面好平安，咁两个人就开始即系见啦，见翻嘅情都感觉点？见翻，哎，太耐啦，我都唔记得个情景系点啦，应该都几和谐嘅。咁然之后，慢慢就越嚟越开心啦。咁佢又即系都改变咗好多啦。咁即系人始终，我觉得
唔系人可以改变人，而系真系神可以改变人咯。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经历，先至可以令到人有智慧去面对佢自己人生。咁我妈妈都系啦，咁佢越嚟越即系知道乜嘢系珍惜啦，应该要。咁亦都有啲嘢系唔应该要再去做嘅，佢亦都冇再去做啦。咁所以就好开心地，我哋两母女都好相爱啦。咁咁多年，即系当然你话。爸爸媽媽同自己啲同仔女關係係咪日日都談歡笑呢？唔係嘅，有時你都會有啲小事會猛整對方啊，或者有啲唔滿意對方啊咁樣，咁你就喺嗰度認罪啊，自己改咯，即係唔好話自己同丈夫嘅關係，同屋企人關係，我都要好多嘅學習咯，係啊，唔係淨係佢哋有問題，我自己都有問題噶嘛。嗯嗯嗯，咁譬如話有時唔開心啊，出邊啲即係傳媒仲係。做写紧你妈咪嘅有一啲嘅即系习惯啊嘅时候，你会点其实？咁我咪同佢讲算啦，是但啦，唔写写咗咁多年啦，你改唔到人哋支笔啦，边个叫你俾个女做艺人啫？咁佢就觉得咁又系，是但啦，你唔红都冇人写你啦，是但啦咁样。即系佢哋又放松晒嘅个心情，只不过系话即系喂，有时佢哋影到我澳门玩嗰啲两手咧，你唔好介意啊，我。真系玩1-200蚊到嘅咋咁样话，唉，算啦，你澳门玩边有一个唔入到场行下嘅啫？你玩1-200都俾人闹咩？大佬，你我话咁你又放松啲，唔使理嘅，最紧要你自己即系行得正，企得正就得啦。咁样你自己觉得 OK 咪得咯？咁样即系你唔再好似以前咁咪得咯？即系好似有时卫生麻雀，我哋都会玩下啦，系咪先？即系同屋企人玩啊，食下饭啊咁嗰啲，我同我妈都打麻雀啦。咁呢啲我觉得少。小事就 OK 嘅。其实做咗妈妈之后咧，会唔会对自己嘅妈妈嗰个感受又有唔同？又有唔同啊！即系可能我又唔觉得我自己唔孝顺嘅，咁所以我又觉得 OK 啊。只不过我觉得我辛苦过我妈咯，系咯。系咯，即系我唔知道，我成日问我妈你有冇喂人奶嘅啫。其实如果你有喂人奶咧，我知道你会好辛苦咯。但系我妈有冇答我，我都唔记得啦。系啊，即系 OK 嘅。我成日觉得即系我自己做翻做女嘅责任，我觉得我都叫做仲努力中都唔错噶啦，即系有合格噶啦。咁喺佢嘅印象中会点咧，就要问翻佢啦。咁但系我会即系如果做妈妈嘅，我而家仲学紧咯。嗯嗯嗯嗯。其实即系譬如话同大女啊汤圆啊吓咁啊啱啱两岁啦咁样，咁其实有冇啲好特别好特别嘅难忘嘅经历啊？同佢一齐系咪凑住佢去拍金枝玉叶？去横店拍嘅时候就系啦，咁另外有一部电视剧喺大陆嘅，咁叫做《美人无泪》，我又系带住阿彩儿去啦。嗰阵时佢啱啱半岁，咁但系我觉得好多经历系点点滴滴。是同佢一齐经历嘅，有啲做错，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啦，譬如可能喂错药啊，喂药份量多咗俾佢啊，呢啲好难过嘅经历，亦都系你会点咧？好难忘啦，癫咗咯！哇，我发觉原来我一面对我女有咩少少跌亲又好咩到啦，我系会即系。又唔係話普通跌啊，即係真係大跌嗰啲啊，好似佢成個飛起打落地下，後腦打落地下，我會癲咗噶，我會手忙腳亂到自己講嘢都唔識講，點知啊，跟住我老公就第一個就係叫我你靜。你安慰你自己先，唔好出声，你即系行开，你静咁样样。跟住然后咧，佢就去整个女啦，因为佢觉得我太过唔识得控制自己嘅情绪。有一次我开错药俾佢食，食到晕晕沌沌，我先知原来我自己开错咗，开多咗一倍俾佢食啊！哇，唔系一倍啊，十倍啊！咁跟住我净系想死，我系想即刻跳楼自杀嗰只啊！我死佢啊！我死啊！我死啊！跟住我老公话：你静，你唔好咁样，你控制下自己先，你帮唔到佢噶。你咁惊帮唔到佢㗎，你吓亲佢，你唔好出声得㗎啦，我帮你处理。跟住又呢，我即刻打电话俾儿科医生啊，问佢应该点做啊，咩咩嗰啲嘢啊，咁样个人都震埋。但我就发觉我老公好紧要囉，即係原来有个男人屋企好唔一样㗎。
唔系个个咁噶，你唔好以为。所以我好幸福，我好幸福，即系阿俊系一个好好嘅爸爸，好好嘅先生，即系佢真系识得去 calm down 咗我，然之后去处理佢要处理嘅嘢，佢就会做呢样嘢咯。哇，净系讲捉曱甴啊，我都感激到佢死啦。佢知我惊曱甴噶嘛，咁你知即系我住 house 嗰啲咧，好多昆虫啊嘛。有一次喺楼下度，我喺上面喂紧奶，突然间听到噼啪啪啪啪，跟住楼下啲人就话：哎呀！咁样，跟住我老公咧就听到，即系我听到啲人话：，唔好理啦，捐咗入去啦，仲捉鬼到咩由佢啦咁样。跟住我老公系唔肯放弃，一定要捉到只曱甴，整死咗佢先得。跟住整死咗佢之后咧，啲人下系拍手，我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听唔到有曱甴个字眼啦。咁跟住后屘，我姨就同我讲：，你老公真系好爱你。我话做乜嘢？佢话你知唔知头先做咩啊？捉紧曱甴啊！佢个个都叫佢唔好捉啦，因为佢已经入咗一个雪柜底啊，根本冇可能捉到。佢死都要捉，佢话因为佢老婆惊，即系佢知我唔得噶，佢知我会死啊，我见到曱甴我会死啊，所以佢一定会即刻帮我处理咗先咯。系啊，佢屋企有个金牌运动员真系定性唔同。咁淑梅姐唔一定要运动员先识捉曱甴嘅。我其实都惊噶，佢可以训练到自己唔惊曱甴嚟啊！哇，你迟啲又要入大陆去带埋噶啦，两个一齐跟我上去噶啦。系、哦、啊，喺佢未开学之前，我都会咁做。系系啊，八月啦，八月啊，大女开始开学就唔可以带佢周围走啦。嗯，会唔会减少喺内地嗰个嘅？其实而家做嘢咧，我一年都可能净系拍一部戏，一系就 TVB， 一系就大陆，一系可能就两部，一部戏两部子，甚至乎有时两年一部咁都唔出奇。咁所以我都系睇剧本为主咯。如果有一部戏钱又吸引，剧本又好，对手又正，哇班底又劲，咁我真系得啦，女你自己翻学啦。阿妈走你两个月啫，咁就翻嚟噶啦。佢知唔知啊？譬如喺电视度见到妈妈嘅时候咧，个女个反应系点样样咧？金枝玉叶啊，唔系，即系应该话佢懂事之后，金枝玉叶系佢第一部真系见到妈妈喺电视上边。因为《甄嬛传》佢都有睇到嘅，不过佢就傻下傻下嗰阵时都唔识嘢啊。咁而家睇咧，佢就。最好笑是一开始第一集咧，咁一有嗰、那个音乐起未啊？即系阿关礼杰同埋阿阿毛先噶嘛，佢就指住佢哋话妈妈啦。哦，知道妈妈嚟啦。系、這個、啊，佢以为嗰两个系妈妈。我会睇清楚，我阿妈靓好多，佢哋好丑样啊，大佬。然后跟住佢就话，佢就再睇到话呢、這个先系妈妈。咁佢未见过我古装嘅样啊，佢以为个个都红化到红波波就系妈妈嚟啦。咁慢慢而家就知啦，一出场佢就妈妈嗬，妈妈妈妈妈妈，咁我系啊，妈妈妈妈你妈妈出嚟，唔好出声，等我睇我自己先咁样。其实妈妈都好紧张自己嘅工作，紧张噶。咁因为我中意做嘢啊，我唔系一个可以即系我唔系宅女啊，我唔可以喺屋企嗰啲人嚟噶，我成日都要出街啊，我成日都中意做嘢啊，咁样咯。我会觉得做嘢几开心嘅人系啊。其实你又可以即系分到吓，即系做呢、這个嘅妈妈吓，贤妻又做红人咁，即系呢三个心态你都可以分得系好好。有啲系唔能够即系做足噶嘛？我几感恩嘅，可能我珍惜我每一样我身边有嘅嘢咯。咁我又会当然都要取舍啦。有时有啲嘢咁譬如好似有啲工作明明即系可能会令到我女即系同我个相处系短得好紧要，会阻止到我哋嘅相处嘅，我咪尽量带佢喺身边咯。咁我会尽量希望可以 soft 到一啲嘢，可以做到咯。系，今日母亲节，会点样过咧？应该翻到去，不外乎都系食下饭啊，下湖啊，我谂都会系呢啲嘢啦。咁但系即系最紧要，其实都系一家人相处。我觉得日日都好似母亲节咁，系啊，老公识做噶嘛？老公啊！佢连情人节都唔系好识做，而家好好多啦，而家好多啦。我生日佢送俾我一条链啊，哇！见到佢呢条链系两个扣仔，佢话一个系彩儿，一个系信儿扣住我。咁因为佢有一条链又系两个戒指扣住，佢话嗰个系佢同我，佢就扣住我哋，我就扣住两个细女咁样。咁佢有时都好有心思嘅，系我唔知道母亲节佢会代啲仔女俾啲咩我啦，我期待紧。旧年咧，
去年啊，去年第一次过母亲节喎，系咪啊？去年真系好似乜都冇喎。今年我哋睇下蔡少芬有啲咩收获到。而家仲等紧个 surprise。好啦，有啲咩想同两个女讲？大女先啦，小汤圆。小汤圆，我真系希望佢健康啦，小汤圆开开心心成长啦，咁啊努力啲学习一啲佢中意嘅嘢，真系能够妈妈可以俾佢发挥佢有嘅天赋。细女就系饮多啲奶，去得到厕所，同埋瞓得到觉，最好夜晚黑戒夜奶咁就得啦。而家夜晚黑戒夜奶，如果唔戒嘅就麻烦咗你。晚晚都要起身起两三次嚟喂佢飲奶噶。咁而家我希望佢可以快啲戒咗夜奶，咁我就唔使咁辛苦咯。系三年抱两，咁几时再追多个？唔使啦，纯梅姐我够噶啦。我话老公啊，你想唔想生多个？佢话你唔好以为得你辛苦，我都好辛苦噶，我都唔想要啦咁样。我话好啊，大家咁话，因为我有时会话我唔要，我唔要，我啊我自私咧。我问下我老公先，我老公就话俾我听话，其实佢都好辛苦咯。佢话佢都唔想，冇嗰样恨嗰样噶、哦。我以为你哋会唔会啦？因为佢爸爸妈妈好开放噶，佢哋会觉得仔女都系自己嘅，最紧要健康，佢哋就唔介意系要唔要追个仔，跟住传宗接代，佢哋冇呢啲咁老套嘅思想。咁我老公就更加系啦，即系佢会觉得有仔啊，梗系好啦。但系第二个系女都好啊，所以够啦，唔需要啦咁样咯。系咁，不如你都祝下我哋啲吓广大嘅听众啊，母亲节快乐！希望每一位都健健康康，做妈妈嘅就开开心心俾啲仔女锡，做仔女嘅就好好锡爸爸妈妈。真系无论系母亲节定系父亲节，都系要每日都去做。多谢你，多谢你 ，enjoy 今日，好 ，thank you， 大家话，翻去凑凑女，系啊。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佢系两任妈咪蔡少芬。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依宝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再次多谢 Ada 蔡少芬，哇，好开心啊！吓呢一个好可爱嘅妈咪啊！我记得有一个咁嘅故事，有两条小鱼啦喺度游水啊，咁样佢哋碰到条老嘅鱼，老鱼向佢哋点头就话：诶、早晨啊，小朋友，啲水点啊？呢两条小鱼继续向前游，其中一条咧忽然间谂起啲嘢，系啦，乜嘢系水咧？嗬？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很多很真实存在又不可以缺少的东西，我们竟然间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这些就是水，你的水是什么？今天你会不会去报答一下你的水呢？
啊，点样报答啊？可以咧，好简单噶啦，喂佢食一啖你最中意食嘅嘢啦，帮佢洗下脚都得噶。哇，我谂佢一定会好感动噶。系啊，当然啦，而家加埋俾少少钱咧，更加好嘅。啊，我都要翻去睇下今日我咩 surprise 先啊！喂，母亲节快乐啊！下个星期咧，我约咗一位非凡妈咪，佢系吴夏萍啊。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